绝如缕，这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对箫声的形容，犹如远思在深山，又像进入幽谷的空灵。箫和笛却也能双协奏，又有不同味道。台湾国乐团将在周六举办吹弹得破音乐会，五首曲目全新创作，更以过去较不受重视的吹弹乐器为主。高音声和中低音声的三声协奏曲，三种音乐却能相互呼应、交织、聚放，时而斑斓耀眼，时而清新寡淡，充分发挥声的音色和技法，也是过去国乐团较少演出的组合。我们知道高音声在国乐团当中，它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声、低音声呢？我们好像对他们的角色不是那么清楚。好，当这三个乐器他们成为一个团队型的组合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力的。另外，这个长度超过一米的次中音唢呐也较少亮相，这回在吹弹得破中也能看到它的独奏。平常可能不是那么受重视的角色乐器是次中音的唢呐。次中音的唢呐，它其实非常困难啊，就是它的音准的掌握非常困难，然后它的音色也特别不容易和其他的人融合。可是我就跟卢亮辉老师讲说，那我们特别来为他写一个协奏曲。台湾国乐团这回演出的曲目要打破传统公式，带来全新感受，将在周六晚上在国家音乐厅引领大家感受温暖且撼动人心的音乐飨宴。华视新闻李慧彭冠霖台北报道。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